超级恐怖的。八个宝贝，为什么小姐姐我再留一会儿？哎，怎么两个翅膀？怎么两个翅膀？鬼来个鬼来个鬼来个！这两个翅膀，你的衣服是特种兵。我给你摆过来。哎，你继续跟着我，你继续跟着我。怎么浪费嘛？那他只不过我不跟他的票走而已。他说看到八号在大厅15180在大厅，他自己发言有问题那个二号，该不该把他打回？直接把他当王打，当班给他绑票在一起。那个子墨兄，他就非要投一号，非要投一号。我都不想相信他的话，他也在大厅的话，我都不能相信他的话。有人死没？好吧，好像看不到人死啊。有特种兵好像怎么看不到啊？啊，一六啊，盒子就在监控大厅和医务室。刚刚有什么？有我三号、一号和六号，三号死的。然后看到一号和三号，哦，他们两个很有可疑，他们不点盒子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一号是趴着。那就九号啊，九号跑过来呀、啊，九号啊，九号从那里跑过来、啊。我刚刚就和九号在一起了。我不清楚，然后验一起验完，我们两个就趴下。开始发言。什么都没看到，体验的时候在那个监控室，然后验上来看到二号一眼，然后看到九号在医务室的拐角这里，就大厅走过去医务室的拐角这里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说的对，我在医务室左右，我要体验了，然后就趴下了，等验上来确实左右了。哎，现在跑到人看不到，是不是你们刚有看到人？我可以说是第一批跑到医务室的。当时我跑到医务室，有那人死吗？有那种被淘汰，他不显示，他不显示医务室，对不对？还是三号来着？然后我跑到监控室的时候，确实是看到了八号，然后八号跟我擦肩而过，然后剩下的话，喜烟刚好在我跑到监控室要往娱乐室走的时候，看不到了吗？就我等级太高了，那四号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然后你就看你后面二号你说一下刚才你有没有去医务室吧，我应该是看到你了，要不是你的话就是三号。那个刚刚就在大厅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喊一五三六对吧，在大厅。我去，我要是在那个位置装了，我还回什么大厅，我直接跑过去就行了，体验了我就卡在那边跑不动，完了我就趴地上，就在那角落里，然后盒子在过道里边。我都没看见，我怎么点？你们跑过去才看见吗？刚才那个两百斤的胖子看到的是二号，然后那个我在那个储藏室做任务，后来八号来了。那个八号不是说，那个应该是在大厅吧？那个盒子，八号不是说出去的时候看到有人从大厅过来吗？那个人可能是鬼，然后跑过来的。我一直在娱乐室，那不也不排排等烟散，等烟散之后还有人到了十号，钻到那个十号可以整理，那里过来是二号，有可能。一号，如果说你不是你的话，这把先把我是跟三号一起的，好吧？那这把直接先票我，好吧？把我怼了，送我去见三号。如果我不是内鬼，直接票一，把一也带来，我想跟他多聊聊天。请开始投票。159好像都有问题，159对不对？159单单可以弃票了，因为医务室当时我看到都二八也在，然后后面你又二投一，五投五，二投九，四投一，二投一，五投一，一五八先错了，一中一个，然后二号有点嫌疑，不能完全信他。发现盒子哟，
五号你别演了，五号你别演了，就五号刀的，直接票五就行了。票五下把不是就直接票五好了，你要不行的话，就带五号直接去见三号好了。反正我听到了有人跟九号说，我死了就是一号，我死了就是一号。然后后来九号死了，也不知道谁俩在一起。不用说了，直接票一号吧。在储藏室那个楼梯那里，就楼梯中间，中间那里直接面刀了。他直接拍了，直接点盒子，直接点发起会议，直接票一，不用说了。说那么多废话没什么用的。你觉得玩这个游戏何必说那么多废话呢？是不是？就直接这个一号直接面刀，他直接刀完了直接点盒子，都不，我都没机会点，没机会点盒子。这一波我感觉我相信一号，不相信这个五号。上一把的时候，我该偷谁？过盒子那里的时候是就是五号从过道往回跑的。兄弟们，该偷谁呀、啊？我靠！这一波你们两个互咬，你就先票五，等一下再票一。哦，看一下谁十号？十号，你怎么说？是都很能说呀，对，很能说废道呀！我靠！是不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我什么线索都没有，我只能跟加上关键手那边，然后收了我，然后喜宴了，然后我就趴下了，什么？都不知道了，然后就灰色了。开始发言。听我说，这把骗我。八号你跟我在一起的，然后我感觉确实五号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没有起烟，直接面刀的话，一号直接点了之后直接发起的盒子，之后直接喊他骗我也有可能。然后我你们信我，然后但是我是对那一有点怀疑，真的。那我相信五号说的票一，请开始投票。不用说了，票一吧，票一吧，票一吧，投五吧，一八双鬼，相信五号，投一号，一八双鬼，不用说了，就说一八双鬼，直接面刀的，不，我相信五号说的，我行，票水了，他妈直接面刀了，主者的身份是内鬼，下一个就是八号呗。啥八号？我跟十号人讲话，六号也讲话了，知道吧？你们为什么不怀疑六号呢？不怀疑我这个六号吗？真的是。对啊，六号你啊，八号没事，一号讲话了。八号没事，谁怀疑我？怀疑我，让他见识一下我无敌战车的枪法，谁怀疑我？啊，十号太小了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你又没什么大问题，十号挺好人的。哼，我还以为里面有人死了呢，我操！我刀死你！我没有死，你别吓我！八号应该没问题，如果八号是的话，我早死了。八号没问题，八号确实。那六，我来了，我要走了。八号。你激活了武器箱，快去识别内鬼，吸释到了烟雾。五号，你在吗？你给我死！哈！八号，我你妈！